你奶奶干什么？出去。我有件事要问你。肚子里孩子是我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你的，是姓黄的。韩老伯他已经告诉我了，是我上次喝醉酒的时候做的，是不是？放开我，没有这个。你不说实话的话，我就不会放你。你放开我，不是你的，是姓黄的。姓黄，你快出来！姓不用叫，他不在的。徐天墨，你又喝醉了是不是？我没有喝酒，我一点酒都没有喝。你看我，你看我一点喝，一点都没有喝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到底来干什么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来有什么用吗？我知道这整件事都是我对不起你。我今天来并不是想挽回什么。你也挽回不了什么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们毕竟曾经夫妻一场。我看不过的，我就要说，我就要做。刘才，那个姓李的他不是个好人呐。他不是个好人，你也好不了多少。好好好，我们现在不谈这个，我们谈一下孩子好吧？孩子他们都无辜的，你应该注意注意他们呢。你看阿慧，他现在整个人都变了，他非常非常恨你。我希望你能够多找一些时间，能够多跟他聊聊，多陪陪他。你要讲的话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尤仔，你明明是怀了我的孩子，你怎么会愿意去嫁给个姓李的呢？你要我跟你讲多少次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姓黄的，不是你的。韩老伯他不会骗我。放开我！尤仔，你出去，徐天，出去！尤仔，出去！你出去！许天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说你的坏话，怎么样？你不舒服吗？许天木，刘才，我想许兄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稍微做个调整。调整？调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看你这张卑鄙的脸，我想给你两个大耳瓜子。哎，许兄，你火气未免太大了一些了。大？哼！我告诉你，我警告你哦。我找到秋桃的时候，我会带着他来找你。哎，许兄啊，你一直在说秋桃的事，我根本不了解是什么意思，我跟他根本没有接触过。不要理他，行吗？你可以走了吧，许天木。姓李的，给我小心点，我这辈子给你耗上。他来干什么？姓黄，许天木他是来跟我说，叫我要多注意小孩，他担心阿慧变坏。只是这样吗？没有做其他别的事？你不相信我？刘才，我怎么会不相信？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？我很放心，我知道你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，对不对？你洗好了。你去洗吧。哎，你怎么不洗啊？建华，我有事要问。什么事啊？我问过张厂长跟林先，他们都说没跟你在一起。刘才，你在抓我？我不是抓你。我只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骗我们才刚结婚，可是你没有一个晚上在家里过。你这样让我感觉到你似乎在逃避。
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叶灿，我们睡觉吧，不要讨论这个问题。行，如果我们要继续相处下去，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为什么。你一定要听。是。你如果不告诉我，我无法做你太太。你无法做我的太太。刘彩，你不觉得你这话很好笑吗？你有没有问过我？我也没把你当老婆。我告诉你，自从你怀有许天牧的小孩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。你问什么？既然这样，我为什么还要娶你？是不是？因为我很 low， 我吞不下这口气，我心有不甘，我要你挂在我身上，永远永远的，谁也别想得到你。谁也别想得到你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告诉过你，我肚子里的小孩不是我愿意的，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我有不相信你吗？结果是怎么样？啊？啊？你的回答是什么？一个种。一个姓许的贱种！哎，哎，小宗，走走走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给客户多介绍一会儿，耽误点时间。没有关系，不过不要那么卖力啊，留着以后卖自己的东西。卖自己的东西？嗯。春真，请要什么？哎，来杯咖啡吧。我不喜欢那玩意儿，我喝茶好。来杯茶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小宋，你刚说什么什么卖自己东西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我想离开现在的公司，出来自己开一家。哦，那很好啊。可是我缺少一位业务高手，我想找你。哎呀，别那么说了，我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天猛，你卖滤水器啊，有一套，跳出来，我们一起合伙。合伙？阿飞娘被吸走了，我正怀念泡在澡盆子那种滋味。真的？那我下次让有用跟天猛哥把你泡到浴室的澡盆去洗澡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现在可以做，而且两只手又有力量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哎，以后。我还是到澡盆子洗吧。看我！哎哎哎哎，天木哥，玉秀，现在几点了？已经下班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是有事情，我来找韩老伯商量一下。天木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兴奋呢？韩老伯，我有个同事要我出去开公司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开公司？哎，卖滤水器嘛，不要投资多少钱，只要先找个小办公室，先进点货就可以开张了。那好啊。那一定要请人啊。哎，请什么人呢？只要先找个小妹接接电话的记记账，业务方面我自己来。那我来当你的小妹。可是一个月才9000多块。啊，才9000多块啊。我想算了。看了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看呢？你有没有信心呢？卖滤水器我是没问题了，全公司业绩就我最好。其他公司方面的管理啦，什么账啦，我那朋友蛮有概念。好，那就试试看吧，事在人为嘛。不过，天母，以前你所犯的错误，要时时的记在心里，作为今后的借鉴呢。韩大伯，你放心了，我要是跟以前一样的话，我跟尤彩离婚那笔钱，我不是早就被我花完了。嗨，大家好，韩大伯，哎。你这小子没事跑到我家来干什么？哎，许大哥，我觉得你越来越排斥我喽。别忘了以前咱们哥俩是在一块混的。谁跟你哥俩？悠悠啊，钱带来没？哦，幺零，领到了，那10000多块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我去领钱的时候，店里跟我说宇飞昨天找过你。他没有找到你，和宇飞就在店里闹事，还被少爷拖出去打了一顿。玉秀，他有没有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，你要记住，你先跟他没有关系。我知道，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。哦，对了，哎，
那个有个唱片公司找你，他说听过你的歌，想要跟你聊一聊。唱片公司？嗯。他们找我做什么？好了，就这样吧。陈经理，犹太姐今天怎么没有来？她人不舒服，休息去。那我下去吗？喂，于飞。油彩不在。哎，喂，等一下，请他进来。嗯。哎，于飞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吧？记得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听说昨天你跟油彩姐到我的店里去。是啊，我跟小叔很熟啊。他人呢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我不要提小叔，油彩姐呢？哦，油彩她人不舒服，在家里面休息，有事吗？我要找玉秀。玉秀，我找不到她，我死不甘休。哈哈哈！于飞啊，我看你对玉秀用情不浅啊。玉秀，如果你知道她在哪里的话，请你告诉我。于飞，你跟玉秀分手很久了吗？很久。那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段期间产生了很多的变化。再怎么变化，我跟他的感情是不会变的。好，你那么确定吗？玉秀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玉秀。不要急，我在想这件事情应不应该告诉你。玉秀，玉秀怎么了？玉秀她又有了新欢。新欢？你是说？嗯。她就跟许天木住在一起。许天木？李飞啊，我告诉你这些，并不是因为我同情你，而是因为许天木这个人他太过分，太没有分寸，所以呢。我希望你好好的教训他一下。会，我会的。许天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请进。王大哥，哎，有用。哎，王大哥，这位就是陈玉秀。哦，两位坐，坐坐坐。谢王大哥。啊，王大哥，你真的听过我唱歌啊？嗯。哎呦，你这还用问吗？王大哥上次就跟我说了，他在听你唱歌的时候，他就一直点头呢。真的啊？嗯，除了一些技术上需要改进以外。我想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。谢王大哥。哎，你不用谢我，反正唱片呢是要卖钱的，到时候可能是我谢你了。王大哥，您说你要帮我出唱片啊？对啊。哎呦，我早就告诉过你说你没有问题的嘛，快谢王大哥。谢王大哥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哎，坐坐坐，谢王大哥。
找新客户对我来说不是件困难事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来找哪位？韩老伯，我好痛苦，好难过。尤彩，你怎么了？老伯，为什么我命这么苦？尤彩，你在什么地方？尤彩，你现在在哪儿了？我在家。啊，老婆，我肚子很痛。尤彩，喂，尤彩，尤彩，田木，你快到尤彩家里去，尤彩出事了。好好好。哎，小苏，对不起啊，我老婆出点事情，快去快去。韩老婆，田木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是，周先生，说来话长了。刘彩，刘彩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徐天，你已经害不到我，你害不到我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你怎么了你？小孩已经没有了。刘彩，刘彩。哎，天木哥，天木哥，我姐怎么了？她还没死。天木，刘彩怎么样了？啊？她流产了。流产？是我的孩子。这是我的孩子，尤彩她承认肚子里的是我的孩子。尤彩姐承认的。既然是你的孩子，为什么尤彩姐要嫁给李大哥？李大哥又为什么愿意娶尤彩姐呢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就是李先生厚道之处。他明明知道尤彩肚子还是天木的，而不计前嫌接纳了尤彩，这就叫做爱呀。不，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。李兴华要接纳尤彩的话，尤彩她就不会把孩子弄掉，她不会这么痛苦。刘勇，李兄，你明天就去照顾尤彩，我去找李兴华。哎，天木，天。许天木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跟我说。对尤彩到底做了什么？啊！许天木，我告诉你，我对我老婆做了什么事情，不是你有资格可以过问。尤彩她流产了，你知道吗？她流产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流产？对，她现在正躺在医院里头。医院？哼！我觉得一件事情很奇怪，我老婆流产住院，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，反倒是你。难道是你这个前夫先知道？你管的事情未免也太多了吧！姓李的，你先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有什么居心？你明明知道尤彩她怀了我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还要娶她？为什么？许天木啊，你到现在还不死心啊？尤彩她已经亲口告诉我了。哼，她还是熬不住啊。许天木，我告诉你，没错，尤彩肚子里面的种的确是你的。可惜呀、啊。可惜他没能留下，我还准备等他生下来，好好的折磨他。你不是人，你！你不是人，你！许天木，你除了会打我两拳之外，你还能什么？你还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斗不过我的。你跟尤彩都输在我的手上，我要让你们痛苦一辈子，一辈子翻不了身的。不是你！我赢了！痛恨！我！
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自找的，我一定要受到惩罚。尤磊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拿回去给韩老伯。不用了，我人好好的，喝什么汤啊？给油仔喝吧。就是嘛。放心吧，油仔姐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。友友，过来呀、啊！好，好，好，玉秀，你也给我弄一碗吧。你生病了吗？快点啦！好嘛，好嘛。我去换天木哥的饭。哎，韩老伯喝汤。好。走了啊！哦，韩老伯，我们走了，我们去医院。哎，骑车要小心点了。会的，会的。于飞，啊，于飞，你来干什么？许天木呢？他不在。老头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你不要忘，你的伤是我花钱把你医好的。不要忘，我这两条腿是被你害的。韩老伯，于飞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走。不要，你留不得，把人带走。是，放开他，不准！我，你放开他，让开！有用，于大爷，有用。叶飞，对不起，行吗？我啊，没有。啊？这有点神勇啊！我没有用啊！这是我，我误会。啊！不是，于大哥，你那天是一场误会，我喝醉，误会，我要醉。刘飞，敢打我？我你不要命了你？啊！刘飞，我求你，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。刘飞，于秀，为什么一定要我这样才能跟我走？于飞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胡来。飞，飞，不要，求你！不要也不行，带走。是。告诉许天，我一定会找到他，叫他小心一点。你，悠悠啊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快打电话给田木啊！好。韩老伯电话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好。让你害怕吗？玉秀，我们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好不好？玉秀，不要！你听我说，不要逼我！在这一段我们分手的日子里，
我想了很多。或许我们两个在一起本来就是一种错误。如果他不知错误，为什么我们会生活的那么痛苦？玉秀，你这样讲太不公平了。我们以前是不是过得很好？是因为你妈妈、阿公还有那个白痴，我们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。那我还有想说吗？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在一起？雨飞，放了我。就算你勉强把我留下来，你要没有办法挽回我们以前的感情。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好，我现在问你最后一句话，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以前我爱，可现在我……可是现在你有了新欢。怎么会这样说呢？哼，心虚了。难怪你现在对我这么绝情绝义，原来这个事情是真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你跟许天木在一块。天木哥。天木哥，不要叫得这么亲热。他马上就会变成死人了。哎，于飞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忘了我曾经跟你说过一句话吗？只要谁再把你从我身边弄走，我让他死得很难看。哎，于飞，于飞，于飞，你误会了，于飞。谢谢谢谢。韩老伯，你没怎么样吧？还好了，于飞啊，是踢到轮椅，没踢到我身上，要不然呢，我这么老骨头，我哪经得起啊？对啊，就连我这把新骨头也经不起啊！你还在说呢？于飞他这样对你，还把玉秀给抓走了，你不会跟他拼啊你？拼，那不叫我死得更惨呐！哎呦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玉秀也被抓走了，到哪去找他呢？天木，嗯，要不要报警呢？我看是有必要，因为他是个通缉犯，就早就该被抓了。明天一早我去报警。哦，对了，天木，嗯，这两天你出去要小心点，于飞啊，口口声声要找你。找我？对呀，说不定他要打的人就是你，结果打错了。你看你这顿揍是我帮你挨的。嘿嘿，好好好。奇怪了，这于飞找我干什么？一天感冒，你要回来啊？好啊，我叫舅舅去接你好了。昨天晚上，妈妈出去了。你回来再说好不好？跟阿公问好哦，再见。
这样对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对？胡小姐，我老婆呢？你是说蔡有才吗？哎，他已经出院了。啊？他人好了吗？谁接他出院的？他自己出院的，这种病在家休息也是一样的。哦，嗯，好，就这么说了啊。嗯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不错嘛。看不出来，好像有病的样子。行，你为什么不到医院里去看？到医院里去？哼，那边有许天木在照顾我，我去干嘛？怎么，你又怀孕了？幸好，我知道你心里的有，我现在已经受惩罚了，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惩罚？有才，你要弄清楚，你肚子里怀的孩子是许天木的，这个惩罚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，干我什么事啊？可是我不舒服，而我是你太太。有才，你唯一做错一件最严重的事情，就是把原本属于我的身体给了别人，而这件事是我最无法忍受的。幸好我可以帮你出500万。让你和许天木离婚，我可以帮你找个很舒适的房子，让你和小孩子住。我把你从一个卖甜不辣、洗头、生过两个小孩的女人，变成一个我心目中的女孩。可是你给了我什么？你自己摸着良心说，你给过我任何一点一丁的东西吗？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。我居然这样辜负，幸好给我机会让我补偿你。有才，太迟，这一切都太迟了。这个恨我永远忘不了，这个创伤我永远无法补平。幸好。你这样让我感觉很不舒服。不要叫我，我突然感觉到听到你的声音都觉得很刺耳。莫，你这样子，我怎么跟你合伙？对不起，我心里头有点事。我知道你有心事，可是你应该看开一点。男人嘛，总得以事业为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不起，我开个门。我今天到医院去找你，结果你出院了，我还正在为你担心呢。我找韩老伯。他在房里头，我带你去。天木啊，我知道，我马上来。好，你去忙好了，我先去找办公室。小竹，这样子好了，你做决定，我一切听你的，反正到时候业务我来跑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啊。好，谢了。韩老伯。哎，刘才，我早上去看你，给你带了鸡汤。我先去把它热一热，给你吃。不要了，天木。我跟韩老伯说话，请你别搭腔。好，那你们聊。我去做晚饭，晚上留在这边吃饭吧。哎，韩老。好，我问你，你身体怎么样？我好多了，谢谢。哎，你身子好一点。你看我都可以动了嘛。哎，天木啊。
到医院去看你，没有看到，哎呀，急得要命。韩老伯，谢谢你这一阵子一直为我操心。哎，尤彩，你知道天母刚才进来为什么那么高兴吗？他高兴的是，他心里在想啊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。他告诉我，吕先生的确在欺负你。不要怪他，错的是我自己。不要把错呀，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有些人是没有错的呀。没有错。我、田木、新黄三个人弄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会没有错？是啊，那你跟李先生在一起怀了天母的孩子，这当然有错了。如果说我们反过来说，你跟天母两人又和好了，这就没错了，这就对了。尤彩，我有个感觉，我心里老是在想啊，你跟天母之间这个缘分未了，我有个预感，将来啊你们还会在一起。跟天木情也近，缘也了。不管我将来跟杏花会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不可能再跟天木有任何关系。我已经当过一次他的人，我不敢再有第二次。尤彩，你知不知道，天木改多了？是啊，我也改了很多，我也不是以前的尤彩了。尤彩。韩老伯说的没有错，我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了。是啊，我也改了很多了。尤彩，天母，你不要再活在过去好不好？过去都已经结束了。从你把秋桃找回来，我虽然不喜欢他，但至少他肯照顾。韩老婆，谢谢你，跟你聊天我觉得舒服很多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尤彩，尤彩，放开我。哎，是你的，赶也赶不走；不是你的，留也留不住。玉秀怎么样？你们感情恢复了没有？没有，玉秀病了。哼，那你还等什么呢？赶快去找许天木啊！李兄，我会的。许天木犯了，我是不会放过他。可是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只是为了要帮助我而已啊。于飞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也不跟你说假话。因为呢，我痛恨许天母，他到现在还一直不停地来找我老婆纠缠。你是说你跟尤彩姐结婚了？嗯。所以呢，只有除去许天母，对你、对我、对我们两个人都，我会的，玉秀，一定会。干嘛？怕我碰你了？
看着我。接受的那个人死得很难看。